别问我能不能问题，如果太愚蠢太低估我的天分，我不需要跟风，不需要认真，这一类复制提升，锁定的目标只有一种结论，相信自己才是必要抉择，在一边害怕发冷，还倒不如对未来直接提问，我的名字认不认得，哦、oh, 听好了，我的风格没有标准，哦、oh, 听好了，我的独特被嘲笑可，我的信念就是张王牌，冷静突破重围跨越障碍，就喜欢硬碰硬，以海巡航挑战各种意外、yeah。自信早就渲染，每一点本事激起火花，还真的驾驭不来，我是麻烦也是惊叹，在深山外不断